下电源开关，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，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，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，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，抛弃了不完美的偶像，跃出了现实的天窗，张开透明翅膀，朝着月亮飞翔，搜寻最速度猎手这种思想，跳跃的文字透露愿望，安慰的话比情侣拥抱仿佛更真实的去，散落无数的光芒。